那边拍不到玲玲哦，玲玲哦，要到对面去拍才拍得到孤立果。孤立果是什么？孤立果那个人呐、啊，你看对、啊、那个大大的那个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哈哈哈哈哈。所以我们要这样子下去。从这里下去。你们看，大家都在这里拍，有没有？对。要下去哦，我们去拍照啊。宇轩讲话，现在我们来了大阪，来了大阪这边最有名的这个地方叫做新斋桥，新斋桥最有名的图案就是那个跑步人，孤立果，连刚刚那个建车司机都讲孤立果，孤立果，讲解一下，讲解一下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新斋桥。孤立果，嗯，对啊。